你们不知道，作为一个新疆丫头子，两个月没有吃到炒米粉，没有闻到过炒米粉的任何东西，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折磨，好吧？所以我等会儿要出去买炒米粉。老板，牛炒、芹菜、泡菜对半，一定要爆辣的。一般这个时候拿到小票以后，我去隔壁买一杯奶茶。奶茶呢，不过一般都是和我闺蜜去吃。然后奶茶呢，她一般要的是绿钻奇异果，然后我呢就要的是随便，但是一般都是少糖加冰。爆辣炒米粉加奶茶是世界上最棒的搭配，你们就等着等会儿的暴击吃播吧。要死了，走了！炒米粉，我来了！炒米粉，我来了！看这优秀的颜色，这肉片儿，鸡炒，这青菜是用炒米粉的酱炒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天哪，好优秀啊！辣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感觉，好辣，好爽，上头，爽，这辣的程度完全不敢缩着吃，我怕我死在这里。哇，好辣！这是鸡炒，我刚刚自己弄了奶茶，我去拿奶茶，我要给自己做了一杯超大份的奶茶。所有女生注意了，所有女生注意了，不开心的时候喝奶茶会让人变得开心，开心的时候喝奶茶会让人变得更开心，所以呢，喝奶茶会让我们变得更开心。这是我做的无糖奶茶，有点爽，请在弹幕里打出羡慕张茜茜，一定要彩色的。这里面还有双仙草，好多人拿我之前一个炒米粉的视频做广告，白嫖啊你们都。你永远不知道炒米粉的酱有多少，就是你可能把粉吃完一碗，吃完以后还是一碗，辣的无法呼吸，不是辣就不要吃了，辣要吃，越辣越吃，越辣越爽，这是辣的起手，乐在其中。这现实中正常女人吃炒米粉，你们有一个是一个啊，大家都这么吃的，都这么吃的，就是或者加很多，就这样，就是米粉就是这么吃的。太棒了，疼！你看到没有？
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粉，全是酱。